一开场，磅礴气势振奋全场，年轻活力，中山女高现代音乐社不遑多让，挥洒青春热血，同样吸引逛街人潮。人来人往，摊位上小朋友抢着排队体验 VR。透过眼睛看到了什么？一只乌龟。水不太干净，他刚才吃到一个宝特瓶蟹。还有什么？然后他现在好像在找食物。透过视觉科技展开拯救绿蜥龟旅程。维护海洋就是不要再用那么多塑胶袋，就算要用也是尽量少用或者是重复利用。再来，各两个，这个穿过去一个，这个再一个。DIY 塑胶花在家就能做，不用花钱，还能动脑学创意。这一朵花用什么做出来的？宝特瓶。然后让他们怎么知道要怎么做环保，然后像他那个要怎么样资源回收啦，这些事情由这个游戏当中让他们启发他们的那种兴趣。关心环境，爱护地球，热闹商圈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。有你的祝福，没有过不去。台新闻萧志杰、徐英豪，台北报导。